若雪的，你父亲他决定的。父亲，谢若雪肚子里的孩子是一个叫韩伟松的。我说过，对我撒谎。 是要付出代价的，父亲，这都是我的错，是我说的谎，请你放过若雪，要惩罚就惩罚我吧，啊！我该怎么惩罚你呢？这一点还是古人最有办法。江湖幕府时代有位叛乱藩王。 德川家康对他的惩罚不是杀了他，而是每一个时辰在他面前杀一个亲人。当杀到第七人时，藩王彻底崩溃，跪地痛哭，表示世代效忠德川家族。杀死藩王，他只会瞬间疼痛；而杀死他全力想要保护的人， 才是真正的惩罚。父亲，我真的错了，我知道错了。父亲，求你原谅我。父亲，你不能下手，我求你放了若雪，父亲，我求你了，你不能杀了若雪。每个人都是在教训你成长的。你的错误，就是一大一小两条人命。不。 若雪，是我。你还好吗？我还好。刚被关进来的时候挺害怕的，现在不怕了。可能这次。 我帮不了你了。我以前总是欺负你，你心里一定很恨我吧？那时候，就算是恨，也是单纯的。 哥，
我叫你一声哥，把对我的不满通通都忘了吧。师傅过来看一下，我的轮胎怎么漏气了？啊，给扎破了，轮胎给扎了。哎，找两个人给他修一下。哎，行。来了，兄弟，把那车胎卸了。行，先别着急，来，给小野先生来杯水。小野先生，快点啊。杀了武藤吉夫，替楚天报仇。你杀不了他的。杀不杀得了他是老天的事儿，杀不杀他是我的事儿。他是我的仇人，也是这个国家的仇人。小野先生，来，这是我孝敬您的啊，以后常来我们厂啊。好说好说，你让师傅们快一点，我还赶时间呢。啊，您放心，喝水吧啊，快点啊，快点。我们将计时器调到25分钟，守时的武藤一定会在8点整上车前往军港，就是说，在剩余的10分钟里，他的命将会被结果在路上。小野先生，您的车已经修好了。但是以后啊，别走那种偏僻小路，一些无良的商铺就要开这种勾当。这些刁民实在坏透了。哎，不行，我来不及了，我马上得走了。谢谢师傅。慢点啊。嗯，慢走啊。父亲，嗯，脸色那么难看，一夜没睡？
他怎么还没来？没事，再等等，沉住气。 吉夫，替楚天报仇。我从来没有指望你帮我，我只希望你不要阻止我。阿斯，父亲，检查完了吗？ 知道你心里恨我，但我希望你明白，世界想要有秩序，就必须先要有规矩。父子间也一样。我请了一个外国神经科专家，这两天他就来上海。
我们现在已经没时间了，你带着舒扬去约定的地点等我，我去救若雪。好的，我是问天赐的，你们都要活着回来。 到了，就是这儿。确定是这儿吗？若雪，若雪，是我，我是文轩，你在里面吗？ 文轩，文轩，我在这儿。文轩，若雪，你别怕，等着我。文轩，你走吧。我不走，我一定要救你出来。我让你走，你听到没有？ 走，若雪，走，若雪，赶快上车，我们必须在戒严前离开这里。
你没事吧？ 生了，若雪，能坚持吗？姐，我要生了。若雪，怎么样？我可能要生了。再坚持一下吧，马上就把他们水掉了。若雪，坚持住。 若雪，若雪，不能再走了，赶紧送若雪去医院。不能去医院，去医院等于自投罗网。难道看着若雪再这儿生孩子吗？这要坚持到上船，离开上海。生孩子这种事，说能坚持就能坚持吗？姐，你别为难人家了，他不懂这些的。你扶我起来，我可以走，行不行啊？疼就叫出来。哎呀，我不疼，我从小学教琴，你还不知道。来，扶我起来。对了，我有个姑婆，离这儿5-6里地，我们去。 现在这样，就让我想起小时候，我那会儿天天骗你，不是跟你说我腰痛，就是说肚子痛，就想让你抱我背我。可你那时候啊，就跟一个小傻子似的，天天都被我骗。你以为我真的傻呀？我只是不想说出来而已。我就是想你骗我。 前面就到了，我们快走吧。来，帮个忙，小心。来，来，行不行？走，快去烧水，要烧了。哎，怎么样？哎呀，这一路。
他们母子俩在路上太颠簸了，怕在肚子里啊就动了位置，希望不是横产。阿婆，我求求你，一定要保全他们母子啊！我会尽力的，一定尽力啊！ 生了，给你生了个季丫头，你等会儿我收拾一下，你待会儿进来看看他们娘俩啊。哎，好。小宝宝长得真好看，如今你快看，鼻子眼睛长得多像你啊！哎，看看，还是生个女儿好，长大又亲又疼妈妈。我不用她疼。 我就希望他能够平安就行了。会的，会的，会平安的。所有的恩怨都已经过去了，我们一家人要好好的看着宝宝长大。怎么了你？脸色怎么这么差呢？ 我看看，哎呀，天哪！怎么出了这么多血啊？不好了，这是产后血崩啊！这菩萨也救不了他呀。文轩，文轩，我去叫医生。啊，文轩，若雪大出血了，赶紧送她去医院。若雪，若雪，把孩子交给你，我最放心不过了。 你一定要答应我一件事，好吗？我答应你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别告诉这个孩子我是他的妈妈，也别跟他说他的爸爸是一个无赖。你就把他呀当成是你自己的亲生女儿，把他养大，好吗？ 你说你这上辈子，你到底欠了我什么债呀？我一看到你吧，就不停的欺负你。这好不容易我就要走了，还给你拖下这么个包袱，他可是会跟着你一辈子的。别这么说。 我信，若雪，文轩，啊，对不起啊，我又要逃跑了。不怕，你到哪儿，我都会找到你的。我们的时间还长着呢。还有，你以前不是说过，我们要生很多孩子吗？啊，太辛苦了。 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小女儿了，以后我给你们洗衣煮饭，教孩子识字，我们以后一定会很幸福的，好不好？你洗衣做饭，我赚钱养家。不用，你就把自己啊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我就知足了。嗯。
我可是做了记号了啊！下辈子我一定会找到你的。不用你找我，我跟你打赌，下辈子肯定我先找到你。 快快快！哎，走路了！哎，咱们都看看去。快快快！咱们都看看去。快快快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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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他们为什么那么高兴啊？因为这一天